眼尖的朋友一定会发现，影片的片段怎么似曾相识呢？原因就是剪片手偷懒嘛，事情就是那么简单。不过又要剪片，又要当小编，又要一家一家的到现场吃，的确蛮辛苦的，大家应该会原谅他吧。还是不要原谅他好了，每次都让配音的我啊，只能流口水啊。什么排骨饭？它的是控包，虽然叫排骨饭啊，可是它其实是控肉。对，它一碗的量就像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是半肥半瘦，还有全瘦的选择哦。对，还有全瘦肉的选择，可以跟老板讲。好，都吃啦，吃了吃了吃了。油油亮亮。